好，我们要来钱的解放，哈伊姆达尔狗。那我是觉得你有多的东西再解放它就好了，因为它完全就没什么长进。钱解之后还是一样。第一关都是三个小怪，然后把新珠留下来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诈，我们要在第一关是洗技能的部分，所以应该是做单体攻击会比较好一点点。时空主为什么要生气啦？时空主又不是食物，干嘛对时空主生气？我们真的很爱生气呢。对啊，主要前解就是三维的增加之类的。还有就是变得更煞气啦。其实他前解也可以把技能改成天降的星珠变成火强化珠之类的，这样也算是一种改变，可是他都没什么变。反正什么先开就对了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。王冠要把新珠给洗掉，好，洗掉了。然后我们也开了技能，王冠什么机车技能，进消心五回合，哇，那还蛮机车的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打了。打一半了，现在是最后的赌注了是吧？不会输的，这个叠珠赌上未来，嗨，没天降火珠过去了，太好了。够了，草也好用吗？我觉得还算可以啦，练一张就好了。我肚子一直在叫，你可以这样打着你的肚子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来跳舞，我们来跳舞。”好，不要打肚子，因为我现在很肚子有点突突的。黑金卡，海姆达尔。